你也免担心啦，我明仔载甲你解释啊。是要解释啊？好，莫还阁打来啦！哎，我后尾一寡点心转来，啊，大家做伙来吃哈。好。紧出来，你来。好。来袂记得，明仔你甲我讲，伊若是有对安怎，甲伊甲你夹着，恁必须是甲剁一支手个。有这么严重吗？ 要无，敢来当个分大，你的事才算严重是毋哈？哥，你莫胡思乱想啦，行啦，来吃点心啦。有汤。
我们两个人都是被人家赶走的，奇怪，啊，前两天我妹仔才听我都家己赶走尔，哪会这逝回来？因的感情会变到这尔好，而且这其中必有缘故。 还记得我？我拿准你的记忆也礼拜，唔能够欠我钱的代志放袂记咧，连我嘛放袂记咧。我已经伫处理，我的客件会甲这块土地甲世界办的过款卖掉，我会甲所有欠你的债赔清。万一遐钱你一摕到，人就甲我消息去，我是要找谁人讨？我唔是这個人走，我会带我所有的人做伙离开。 我一定会甲这代志弄作解决，我才会走。你去自寻难保啊！搁娶一个人，你敢有法度让伊幸福？那个啥，我是欠你的钱，不是欠你的情。我私人的代志，甲你无关。我是你的债主，你在日本放一堆的债务。 搁再来才拐查某，我无欺骗，阮的感情你无了解，阮毋是这么才熟识，阮已经熟识三十年啊，这三十几年来，我对伊的感情毋捌改变过。你既然这么爱伊，是安怎要娶别人？阮两个人是相互别人拆散，后来我确实去娶别人，不过我对春华思念一直拢无断，恁春华嘛嫁别人啊。 伊甲你已经完全无任何关系啊！你是安怎对春华的代志这么了解？江公，你有熟识春华？我既然要对付你，就要去调查你，还有你身躯边所有的人。老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我无靠你，让你这么好过。 不管你爱是谁人，我拢一定要甲你拆散。我只是欠你的钱，你敢有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？你若惊，就紧甲钱还清的，离开林春华。钱我一定会还的，不过我绝对无可能离开春华。先还钱才人声啦。今麦我手头无钱，我会过几工。哪呢？你即马就甲世界饭店高管交出来。 我着当作咱的债务拢清啊！你甲我拢真清楚，遐高官的价值比我欠你的债务加真济，我袂做了结生意。哼！你徛得咩红火了？高地甲我发，怕哪肯？阿杰，是。 你真正愿意甲你将来所有加盟店的店面规划拢甲阮公司来负责？是啦，今年我这几间的关餐吼，恁公司虽然是新的，啊，不过服务吼，我真满意，嘛会使信任。刷落来哦，我可想要在年底的时阵，在全国吼增加二十间的加盟店，四到就要麻烦恁咯。头家，多谢你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头家，真多谢你肯用这机会。 卖来讲啊，大家互相帮忙嘛，多谢多谢，感谢感谢。来，咱就用咖啡庆祝一下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你即摆看来即间是旗舰二店，因为伊个位置哦，拄好咧大路的三角窗，而且附近拢是办公大楼，有真侪上班族来消费，所以逐工的营业额啊，颠倒比总店还搁较好。
伫我遮附近，我国中啊、高中一挂学校，我真适合陪因聊。咱除了针对上班族群，还应该看经营，将消费族群锁定伫学生的身上，建议商家哦推出一挂较平价咖啡冰沙，或者是水果冰沙来卖。爹哋啊，咱能建议我党诶，收一挂平价蛋糕，搭配饮料做下午茶套餐啊。这可能会去牵连到中央厨房那边的制作经营，你也是要跟中央厨房那边哦参详好势，再来决定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线。好，我知影，我回去了后，随口同伊问。头家娘，来呢，这个介绍甲袂用哩。好啦，我看恁常常来拜访吼，啊无恁较熟伊啦。啊，我本来我这间厝是要卖人啦，嘿，啊无我减两成租恁啦。啊，无恁大大看，吼，啊，恁若要走，再甲我讲一声，我再来开门。多谢多谢。对对。对了，金玉，你只要够紧，你看，这附近的交通方便，人气国旺，经济用所在就对了。啊，过来，我跟你四界行下看，看什么需要改进。好，行。谢谢心灵，跟丢，加回，大家，谢谢你，来，我帮你开，谢谢。老来哈，老了。你遐伫咧台北就好啊，叫伊倒来创啥？就是咱饭店欠卡手，嘛唔知叫你遐倒来。欠卡手，是你无卡，是我无手，咱两个是废人哦。你阿甲所有人拢是莽夫，干来晓困老母，啥物都袂晓。我已经看出错啦，恁哦拢是败家孙啊！洪建中，顶摆阁想过其遐无快乐的代志啊。从今以后，你一定要振作，一定要出头天。大姨，妈，来来来，干姐干姐。哦，来。一礼拜哦，都看你三个足认真，踮遐讨论代志，足欢喜的。妈，我来个一个消息。我恁个漳州有一间咖啡连锁店啊，伊将来有20间加盟店要规划哦，这是一笔真大生意呢。啊，真好哦。这都是恁个功劳啦。什么我个功劳？那是大家个功劳。大姨，你敢知啊？建中愈来愈认真哦。像拄只爱找迄店面啊，处处愿意降两成的租金给阮，迄拢是建良功劳。因为建良哦，定走去甲处处交陪拜托，爱看到阮的诚意，唔才愿意降价租阮。李亚，你妈你讲，我歹势。歹势啥啦？该骂我的骂，啊该恶劣的所在，我也袂当算啊。你三个做这道吼，做无偌久都有遮好的成绩，我嘛感觉足意外。我的确吼，愈做愈好。将来你能为房地产去发展呐？妈，你别想远啊！袂啦，我嘛赞成大姨的想法。咱公司也愈做愈好，我嘛会考虑做房地产，而且名我拢已经好好势啊。啊，这么紧哦？叫什么名？叫做世界不动产顾问公司，你管咯。好啊好啊，我给他双手赞成。大姨。第一岁，我当然嘛赞成啊！世界这两字对咱人家来讲，有真深真大的意义。希望有一天，世界不动产顾问公司会用替咱世界饭店，甲世界名声、甲面子，搁拢找回来。大爷，放心，阮绝对袂辜负世界这个扛把。结果无一间去到好康的。阿妈讲，他那个上交代我，去嘉义超流氓上迄十拍的股份，
结果伊的代理人杨正杰根本就无要插我，啊，甲我呛讲刘茂全股权绝对袂卖予田纳卡桑。正杰啊，我阁甲田纳卡桑挂保证，一定会替伊摕到股权。但即摆伊踏着铁板啊，我是要怎向伊交代啊？但我甲你讲这个消息，已经是对你有够意思啦。但即摆是你家己给咯，卖开会我才来。啊，你毋是一直学咯？你家己是真够，真有本事。紧替我想一个办法对付杨正杰啦！何小丽，你也知影啦，咱即摆已经是一人行一路啊。我甲你讲这消息，是因为咱有共同的弟弟谢明明。你若是成功，但是超好势，我来甲你讨一个人情。但我无讲过，我要做你高头军师啊。唉，你这个人哦，就是不懂哎，爱计较，需要才会做到倒退路。安志忠。你甲恁祖妈听好清楚，你若是无想要替我解决谢明明，敢若是要徛伫关山啊看马烧炭，以后你就免孝顺，我会配合你去对付马上。麦了准哦，坐伫厝桥脚恁吹手，都有人替你报鸟吃碗，世间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。好了好了，我就替你收拾包管，将迄杂破个物件摕倒转来，安尼会无？脚手较紧嘞，即摆全世界人吼，拢在等你看谢明明这澳大查某是安怎死的。妈，起来，谢妈。你哪会跟这查某在勾勾缠啊？哼，笑死人！你阿尊，我咧稀罕你这无出头的后生哦。你把较拜托一点嘛，啊，但伊的身躯也无空间，也无包容啊。以我即卖行情哦，无食遐尔啊歹啦。啊那安尼，你即卖来创啥？我敢有需要甲你报告？你若想要知影，你就当作我是来看你的笑话。何小丽，讲话老实个阿伟问。安怎？我偏偏啊就要甲伊抢啊！你若是袂爽哦，咱即卖一刀两断啊！看到吼，这就是我何小丽即卖行情啦。叫恁后生面头前，甲你洗面，伊嘛唔敢怎？免看恁后生啦，总共一句，我何小丽哦，已经是打着机会翻身啦。今麦我后壁有一个真大的金主在听我，所以讲，你也是靠肯志忠，乖乖听我的话。我若欢喜，不一定。我可以带两过去的结婚，小甲看先一下。何小丽，就算你的白酒天，阮厝的人嘛袂看你的面色做代志。对我讲话，莫有伊鼻孔出来，若无你会真后悔。我即马已经不是过去的何小丽，恁家的人以后伫个路头路尾若看到我，目睭哦，就甲我白乎较大蕊的。那是无说你去我打着，是万心不遂哦。像你这种激素，甲谢明明同款，半斤八两，顶最后的报应，一定是三落票。好啦好啦，建中，敢讲两句啦。大英，你是惊啥？无论安怎讲，伊也是明昌的妈妈，无必要开这把柄啦。咁真是安尼，娘娘。唔啦呢，我叫伊翁东，伊唔敢翁西。何小丽，讲话拄好就好，你告诉我。惊见笑。好啦，今仔日哦，我就陪你一个面子。我交代你的代志，千万唔通突出哦。总有一天，我爱恁红家的人看我的面色过日子。而且哦，迄天真紧就要到啊！你甲迄个查某到底在变啥吧？是安怎伊对你讲话这么无客气？我对伊这么吞忍，只因红家婆的话讲啊。大英，拄则何小丽讲的什么金主，甲你关系啊？这何小丽好高贵嘞，
其实才是日本人，但这日本人拄好就是在搞饭店的股东。我这边饭店若是有这日本人来搞支持，安尼我就较好做事，而且马赛袂搞食死死。但我今晚问他们小家小家办个一个，安尼死搞，我会叫他出去另外饭店，你知无？大兄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根本就无需要委屈你家己，甲一种查某交陪啊！见到你实在又够幼稚嘞！啊，若日本迄大哥拢无要听话，死到伊和马赛过分加加起来，就咱将我这个总经理气死死离散。啊，你要好可惜。好啊，我甲林雅是成立公司，马总是能出来啊。你若是带林雅无听，出这么委屈，咱规体讲，到阮公司上班，咱三兄弟做伙拍拼。是啊，志忠啊。人建中因公司吼是一步一脚印，安尼拼出来呢，我对因公司的未来吼足有信心的。你能考虑一下啊？建中，恁公司生意来做好，我真恭喜你。也不过我今卖搁一间大饭店要花，而且恁公司搁这么细间，我真正无兴趣了。大爷，你真是这么看无目的哦？敢不是？啊，今摆你甲阿贤讲，甲拢会陪天下葬地。阿伯啊，阿伯啊，干嘛是拢搞妥妥的？我不是看你无啦，实在是我对，我真正对你无信心啊！好啦，妈，我听吧，我先叫你过来。嗯。志忠啊！恁小弟即马心情哦，较袂稳定。你甲想看卖咧，伊来到这个青春的环境，所有的代志哦，拢爱适应，爱合适。也唔过哦，已经足认真伫咧拍拼。你莫阁泼伊个冷水。你这个做大兄，是毋是应该讲一寡鼓励话来甲鼓励一下咧？妈，正像恁就是对伊讲过上侪好听话，伊就唔知影进步。但我即马是超过你刺激去，安尼伊变唔只会紧。我总是感觉，恁一世人会做兄弟，迄是足无简单，才修来缘分。我是希望讲，你对这个小弟爱较照顾的，人伊对你吼是足有心、足尊敬的呢。妈，我即马毋是无要照顾这个小弟，但见证个性你上该清楚。头啊，小小尾啊，冷冷，无唔对啦。伊即马做代是真骨啦，你还过三个月以后咧，你敢会用确定三个月以后，伊也是同款踮外口做业务求生理？我想讲问啦，我嘛希望妈，你对伊唔通有对伊上大希望，因为你希望愈大，是个你希望愈大。卖讲三个月啦，我看一气哦，只要两个月原底个性拢走出来啊。所以妈，你唔能搁再骗我。你阿妈见两大车袂要紧，我这做大兄，我随时会当给伊一双瓦弟。啊，也唔过其他的，就参照兄弟爬山随人打拼，以后伊家己的路就要靠伊家己啊。好啦，这件代志我以后袂搁再讲啊。也不过我爱苦劝你一句话，何小丽这个查某有这带煞，你若有法度闪哦，闪较远的，唔通叫家人哦，看到你两个行做伙，安尼伊这世人哦是永远无可能哦，搁倒转来你身躯边。妈，你做你父亲啦，我这马个何小丽只不过是需要去互相利用，我甲伊绝对袂有任何的牵连。这个小可重要诶。这是爱上家己的性格，摆倒转来，这是我一世人上大愿望。只要你心肝了了，莫有烦恼就好啦。强慢的轨迹未定，所以我只好尊重你的决定。唐世贤就要跟乐乐结婚啦！敢讲我真正都安尼失去乐乐？
搁要等到什么时阵，才会当跟郑杰伫咧这间厝好好生活？郑杰，这么晚了，你不是讲要来遐闲？郑杰，你莫安尼啦！郑杰，郑杰，我干你！我爱你真侪，甲我讲你爱我。郑杰，你讲啊，讲你爱我。安怎了，郑杰？我你亲自甲我讲，我爱你，敢有这么困难？杨郑杰，你是会搞？还是讲你刚才想要甲我做伙困，叫你讲那三个字，你又敢会出嘴？你误会啦！你敢知影？我入来这个房间的时阵，我就想到过去。你甲洪建中拢困伫这眠床顶，迄种感觉就亲像予人泼一桶冷水同款啊！郑杰，其实你安尼陪我，陪我讲心事，我已经欢喜啊，无煞再来热情啦。我拄则真正去予你惊着呢。其实我大汉拢一个人住伫这么大间的厝，无人陪我，我真正感觉足孤单、足寂寞的。亲像昨暗啊，我伫睏袂去，边来边去。希望去想到咱迄个无闲的囡仔，我想到伊这样无辜，我伫里哭。囡仔是你家己提掉的，我看会出来。郑姐，等咱两个真正正式做伙，咱搁生一个囡仔，安尼咱的家庭才能较热闹啊。好啊，我不管是拢嘛有安尼想啦。也不过，要等你跟洪建中离婚了后，才会当生啊。迄个时阵，你要生偌济，都有偌济。也不过，未离婚之前，讲这拢白讲的啦。那真正会用哦，我就想要开钱，叫人去洪建中解决掉。那安尼大家都免参像今麦安尼啦，拖地吃，买死唔当亏。嗯。郑杰，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啊？感觉心情就无稳定诶，连我今麦在咧甲你讲话，你都心不在焉。敢有？我都已经甲你讲这么侪心内话啊，你若是搁有心事咧问候我，敢袂感觉对我真无公平？有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真困扰。什么代志？我感觉我一直委屈伫你身躯边做代志，我感觉真无助。人讲，以夫为贵，以夫为天。我要提醒你，咱即摆的关系是女尊男卑，关得落去，咱两个早晚出问题。你想看卖，一个查甫人伫家庭内底，一直是一家之主的身份，伫保护家庭。你听讲要跟我建立家庭？也不过我伫你的面头前，一点仔威严，一点仔权力都无。我做查甫人，上起码的尊严都无法度维持。你袂感觉我真悲哀？刚刚你真正参像洪建中讲的，你干那想要做世界饭店的董事长？你根本就无了解我伫咧想啥啦！我无要甲你抢做董事长，我头壳内所想的。
是要安怎有一天自己会当化头做主，做一个有实力的领导。以后我跟你做伙，在你的面头前，我的头唔才举起来。在你工作上，我敢真正有亏待郑杰，伤害到伊的自尊。是过日子。你这里我也没睡啊，店长，我一个人花开花呢。真是的哦，要不过你不是说木兰花敢那拢是袂好？是啊，我就是讲伊袂开花啊。伫花店饲一个月，伊拢唔爱长花苞，所以才想讲摕转来试看卖，想袂到竟然开花呢。这就代表你甲木兰花真有缘啊。我虽然常伫饭店看兰花，不过从来都冇好好欣赏过。加德利亚兰甲大部分兰花同款，一年会开一届花。啊，不过若是饲无好，有时阵十几年都未开花呢。我有听人伫讲，半暝时开的兰花会特别水哦。我即马房间内面全部拢是兰花的清香。刚才你偏要真灵，我都是我，根本都袂发现。我听阮兰花的花期敢那一两礼拜，唔知明年阁开无？不要紧啊，上吊的是把兰花清香的香味留伫心肝内，安尼就等于是永远伫个开花啊。是啊，就参照你甲我友情同款，虽然是十母外久，因为这段情。已经在咱的心肝内啊，不管经过多久，都袂变质。店长，你即马工课做得安怎？有顺利无？我是要安怎装钱啦？你到底是要安怎？钱我一定会还你，我甲世界饭的顾关袂掉，我一定甲你的债务还清嘛。我已经无遐个耐心去等了。是春华掉，之前你捌甲我讲过，我的钱甲你清。就是朋友唔熟呢，我即马才发现，你借我，
你的话，不的话，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春华。我警告你哦，咱来问问，你卖看拖把，尤其是这个查某人，为什么你不敢？我讲有春华，你就这么激动？顶届你电话中替我纠结，讲无几句话，你就搞放走。你跟春华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才无亲像你，搞鸡毛出团，搁会拖累着查某人，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啦。我看啊，你规气甲世界平常的高官，直接摕来堵死，唔免安尼卖来卖去。他那个啥？世界方面十趴高管，比我欠你，佫加真济。你安尼要求，根本受超过。你的命落在我的手内，莫搞花计。该安怎做，你甲杨振杰讲我清楚。什么代志？郑姐，我今晚跟唐人家做伙，伊要求要摕十号股权来注销。股权已经登记我的名，哪有可能搁摕出来？郑姐，我知影这个交易无公平，也毋过我今晚男子的手头呢，唔那是我一条命，但是若无紧解决。我是惊伤害到乐乐甲春华，又唔过我已经甲秘书讲好啊，拢伫办过户啊呢。无明仔载啊，你落来甲伊一撮，咱当面参详。我即摆人已经被抓起来，无倒出去。煞煞去，钱了人无带了。真难听。又唔过代志已经决定啊，嘛无倒反悔啊。我看明仔载，我甲马主搁参详看卖，看要安怎处理好啊。郑姐，你明仔载一定爱找股权来救客袂啊？人到台北以后，卡一支手机啊，我甲你讲地点。恭喜刘茂雄，是恁代志真着急，一定要三更半暝打电话来查。伊迄个人哦。讲风就是雨啦，嘛无想遐济啦。你到今嘛，搁在替伊处理代志。是啊，日本那边的事业啦，啊，连米买卖，连米讲无爱卖，我拢唔知影伊的心肝内到底在想啥。莫插伊，无定着明仔载伊的心意搁改变啦。你今嘛是世界饭店的总经理，啊，唔是个员工，凭啥物爱让伊伫个遮发强发度？无法度啊，我是栽培的人呢。敢袂当帮阮陪伊？好啊，我拄则看你睏到遮落眠，嘛忝啊，替你睏啊。我你陪我。你若欢喜哦，我踮遮陪你到天光，嘛袂要紧啊。世界不懂这公司的副总，我要做副总啊呢！恭喜你，实在真可惜，啊你妈妈都无法度来。赶紧啊，拄才又打电话来，伊讲咱餐厅也较稳定的，伊就起来台北看。
枪跟风扇，真心告别。啊，我得去。我们家抢救姐。走。小姐。细汉，咱若无发帖吧，哪有人送花啊？是玛莎大的啦。世界不动产公司开幕致庆，哇，这几年真愈看愈顺眼呢。应该哦，爱加请几个朋友来热闹一下，人愈多愈旺啊。大姨，我甲乐乐伊感觉讲哦，拄开始较低调较好啦。啊，等公司业务较稳定的，逐个月也挣千万的收入，死到逐个月看是要开 party， 还是要庆祝拢无问题啊。公司哦，踏出成功的第一步。表示恁的付出回报，刷落来，恁都爱搁较团结、同心。俺家是不是应恢复到过去？都爱靠恁兄弟两个啊！好啦，来，就来世界不动产顾问公司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我爱你，接我心。